猫咪拉肚子怎么办？猫咪拉肚子的解决办法。着凉感冒会引起猫咪拉肚子，同时伴有流鼻涕等感冒症状，这个时候需要为它服用宠物感冒药进行治疗。对于许多没有做过驱虫的猫咪，主人需要考虑到寄生虫感染的情况，寄生虫刺激肠胃也会引起猫咪拉肚子。饮食不当造成的肠胃刺激也是猫咪拉肚子的常见原因，主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先给猫咪喂一些益生菌来改善肠胃。如果猫咪持续拉肚子好几天没有逐渐恢复的迹象，建议带它到正规的宠物医院进行检查，排查肠胃炎、猫瘟等疾病。